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阻碍你的吗？就是你平常吃的巧克力啊、牛轧糖啊、蛋糕啊，让你那么累。可是我还是想吃啊。等下再做一下哑铃好了。什么东西？快点，手放这里。快点，谁叫你要叫我陪你来运动？哎呦！你也不去打听一下，跟我一起运动的人后来都不是太开心。我不喜欢跟你运动，一脸好臭，然后教练都还会对我笑，你都不会。还可以吗？你要怎样啊？我们做很简单的哑铃就好。来啊！好，怕你哦。十下就好。哦，这样子做。嗯、对。我也不知道叫你练这个是对还是不对，因为。不能吃面。对啊。好了，我等下练跟你一样壮。我后来想想，然后等下把胸部练到不见了。对啊。不是这样练啊！我不要你，我找。其实他就已经忘记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。我觉得女生做运动需要有一点点轻松跟柔软，然后他是属于男孩子的运动，包括他叫我在墙壁举哑铃这件事情。你知道那根本就不是女孩子应该要做的，她忘记了。